下面给大家讲一讲哈，捋，咱们前面讲过哈，这个捋是基本上全顺着对方的劲儿，但是捋呢就是一接就变化。你比方说我一接住对方的劲儿，对方一上我顺势接着就打，因为这个动作比较短，你这个手那个手比较。何老师，听说您建了一个免费的内家拳公益社区，还经常发福利。那么有很多的人把错误的练拳理念当做正确的，因此呢，我们就建了这样的一个讨论社区。于是我们会经常的进行一些直播、有奖问答，包括赠送一些体验课，希望能够提高大家的技术水平。那老师，我们应如何加入呢？可以添加屏幕下方的微信，加入我们的讨论社区。要明显呢，我接住对方的劲儿，对方的劲儿是对我中心来的，我一接住，你看，这就是一接就是一个反关节，啪就是一个反关节。所以说捋劲儿是要比较厉害的，打反关节的。所以说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这个不要让朋友受伤。